主板完全冷却以后呢，拿刷子沾点洗板水把它刷干净，完全冷却以后啊，一定要刷干净。另外在刷的时候呢，我讲过很多次，这个洗板水啊不要到处乱刷，最好是让它向你的纸巾上面去流，不要流到这些电子元器件上面去了。好，然后呢拿嘴巴吹几下，让它完全挥发。一定要完全挥发啊，完全挥发以后呢才可以试机。我们只试一下能不能充电就可以了啊，因为能充电一般就能联机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因为焊这种尾插非常简单，它不像其他的内联座，这是最简单的焊接啊。然后插入尾插，插入充电器 OK。 我们看一下手机，好，显示在充电是吧，在充电。我们再开机看一下啊，好，开机了。因为没打螺丝啊，没打螺丝，所以我要拿手按起来。我们看它开机以后有没有显示充电图标，像这种尾插接口非常好焊，大家多练习几次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这里有充电图标啊，对，有充电图标。